告之前让小虎给我们出一难题。对你这整了什么事儿啊？什么绳子啥玩意儿都上去了。又拍武打片吗？没看出来吧？我要大动干戈了啊！大动干戈。接下来朋友们，我就要给大家呢出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搞笑一个小游戏啊！看到没？这个绳都吊好了啊，都准备好了。就是所有的嘉宾，两个人为一组。听明白？两个人为一组。一个人出来上去上吊。上吊我哪吊？不是那个有个吊点呐，咱们先吊。哎呀，你还能整过他是咋的？每个人这有个吊点给你吊上，哎，站在三个啤酒箱上，完事还有另一个人，对方互相听主持人给咱们出脑筋急转弯。如果谁答不上，就往那上加一个箱，加到十个箱为止，算上到顶峰。如果到底谁先加到十，谁就算输。就让大伙用热烈的掌声鼓励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好节目。那这样你选一下，你在哪一个组？那我就带明星组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就带这个转星组。好，那是这样，露露，给你发配到周大哥那边，你好好保护人家啊。没问题。多答对几道啊，别让人摔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啊，放羊来，保护小宝，你比较宝，你比较安心。哎呀，好，来，我先出题，露露听好了啊。第一道题，我的生日是1月12号，请问是哪一年的？65年的。六。不是我有这么老吗？我没跟王蓉去韩国。八三年的。错，每一年的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原来我。来这样啊，我们基础的啤酒箱先上一个一个先上去。该给他们出了，胖丫儿不行，出第三个就可以。胖丫儿啊，我就指你活的了啊。说这个家有家规，国有国规，那动物园里有啥规？有乌龟。啊，乌龟对吧？对了，答对了。啊，没事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我没有恐高症。继续问问题。请听题，说一个女人跟50多个男人离过婚啊，应该怎么形容她？用一个成语。前功尽弃。哎呦，对了，前功尽弃。前面老公全都抛弃，上来来，这也算点儿吗？耶，中了！黄金金啊！哎，刚才我们答对他家乡的了吗？家的，我们已经六个了。你出这题啊，其实挺难的，但是跟露露出就不难，因为露露是主持人，她玩语言。对，那这样我也给胖丫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题，简单点的啊。说什么时候1+2不等于3？上课的时候，对吗？上课的时候，对吗？对呀，那就对吧？你怎么给他出那么简单的题呀？太不熟了，不可以偏心眼儿。好好好，我跟你讲，游戏就是游戏啊，好好玩，问点有难度的。露露，请听题，说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，哎，俩人结婚生了孩子，这小婴儿牙齿是什么颜色的？婴儿没有牙。哇。耶。上箱子，有牙，我生下来就两颗牙。你生下来就上树了，你拉倒吧，你还有牙呢？菲律宾大猴子是去往追你。再来给胖丫出道题，胖丫请听题啊。什么越洗越脏？不洗有人吃，洗了就没人吃了。洗刷刷，雪碟，洗衣服啊，越洗越脏。来，倒计时5、4、3、4、1，他自己还啥呢？那答错了，对不起了。我要答对了，他可以继续加一个吗？啊，可以。正确答案呢？越洗越脏，那是水越洗越脏，对不对？耶！哎呀妈，都会抢答了，对不对？还加两个，加两个。不行，那你们没答上那，我还会呢。行啊，你干嘛呢？啊？反正你没答上来，看得出来，在家里一点都不干家务活，谁都不知道。上谁呢？上一个，长一身肉。这样，我跟你说，咱不能为难胖丫，正好刘学明大哥在旁边，你可以问他好不好？露露，那个还有郝雷，你也可以问他，好不好？还有小虎呢，好不好？在外边，来，说，问谁？问他吗？什么玩儿？请听题，什么样的轮子
只转不走。什么样的轮子？哎，这轮子转的它不走啊啊！赶紧的，风筝。什么？风筝？风筝有轮子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什么？齿轮。没到你呢。你说，齿轮。五什么轮？齿轮。四齿轮对吗？电锯。齿轮不对。风筝。风车的轮子。哎呀，风车的轮子。咱们说了，杨斌说了吗？啊，转不走。他说，他说能算吗？呀，天气来了。杨斌，你能不能过来？别别别！你呀，小点声。你虎啊！杨斌，你能不能过来？你敢过吗？不是，他真说了是。我们到明天都过不了。我们打住，我还不跟你过呢。别别别！好好，别激动啊！就算对了，咱们这个位置像下雨一样，你们要命。来。给他加一个，我们对了，对了，怎么还加？对了，怎么还加？你们开心吗？来，再给加一个。什么？来来来，我这个加一个。张大哥很无辜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谁加呀？都加呀。听主持人的，感觉更好。对，来来，您再上一个。你把把住了啊！哟，真没卡住。张大哥感觉怎么样？五六七个了，我有了啊，七个。来，继续问问题。七个啊，快加请问题。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？你说这两点。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？什么人？你说什么人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，时间到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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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别说那些了，别说那些了。行，你这知道吗？是什么呀？是什么？哎，杨斌。四五六七八，我告诉你，正确答案是送煤气的人，每天靠运气挣钱。啊！再往上上，哆嗦不？啊啊！哆嗦不？三，我不怕，不怕了，我不怕。来上两个他就输了啊！这边继续，露露请听题，说有一个眼睛瞎的人走走走走到悬崖边了，他停住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能想起来吗？有人告诉他，有人告诉他，什么什么？他旁边还有个人看见了，对对呀，对对对对对对吗？很遗憾答错了啊，他是呆眼瞎啊，另一只能看见。来上箱子，上。好 ，sorry。呼呼，还加呀？没关系。可以吗？上回我表演加了二十多个，这个没问题。这节目做下来以后都能当杂技演员出去啊。嗯，好的。几个呢？我们这边也八个了。好，那头罗着，这头快压，请听题。来，说，接着说，什么东西别人请你吃，但你自己还要付钱？什么东西别人请你吃，但你自己还要付钱？抓紧时间，倒计时。你这太帅了，你光听你问了，我们知道。什么？不，不用你们知道。来，咱们一起倒计时，三二一，来，三二一，上墙了。我告诉你，正确答案。吃亏了。正确答案是啥？吃亏。吃错了，吃官司。啊！加加，来，看看看看，拿我了，太久没有了。我只要答对一个，他们就可以了。我只要答对了，是不是可以？请听题，把住。说，如果诸葛亮还活着，世界现在会有什么不同？诸葛亮还活着，哎，世界有什么不同？这个世界多一个人。对了。哎呀妈呀！答对了。诸葛亮。耶！再加一个。等一会儿。还一个。多一个。等一会儿，胖丫。啊。跟他离婚。这个只是游戏，我跟你说。那你什么玩意儿？这个还羡慕男人不？你别晃！哎呀妈呀！别晃，别晃，别晃！给别人，给别人去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几个了？十个，十个，几个？啊，那个咱们规则改了啊，还可以加到二十啊。变了，变了。我也晃。往上，站上，去十二点。对吧？快，站上面去！哎呀妈呀！你不能用我，你一个站上去，站上去，站上去，大长脸呢？什么事？你去我取个裤子去，干啥？我准备一会儿换。你给胖丫求把伞，别淋着了。不是，赶紧上去来，来来来来，掌声鼓励鼓励小伙儿，来来来来。站住了，站住了，站住了。哎，自己别动了。我们这边的，咱们这边的，这边都可以下来。这边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好，我该下来了。下来了，就加两包。下来，小宝。